解放被打忘了，又跟我一对了。你这个心里肯定在开心了，是吧？男的跟 K 的一对，然后这一次有一个粗壮的大腿了，然后对面这里手抓鸡两只，我死活没明白他的一个 ID 的一个意思。哎呀，为什么我又输了这个组了？啊，我都不好意思用这个组了。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呀，因为我又想干以前那种很有成就感的那种事情。一起起肉，我都使出了麒麟臂，还失忆了。我只能说，你那个麒麟臂吧，只是属于初级阶段。我们这群抢占一二三四楼，那个二三四五楼的，都是属于平时的那个下载就一直开着没停过的。哎，这一把的话，我要干些好玩一点的战术了，不能老是用那种比较常规的，常规的不好玩。我们要玩一些高科技的一个战术的。我盟友这一把是解放被打忘，其实他这个同学的话玩的还算不错的，之前打对战也好，就打一 v 一或者二 v 二或是三 v 三六 v 六也好，感觉他那个水平还可以。不过最近我觉得打水友赛的时候最强的应该是那个马司令，是吧？他真的是属于那个啥，有点十强全能的 RPG 玩的好，对战也打得出色。哎呦我去，是消防员啊，他卖我了。曾经我们俩还是队友呢，你就这么卖我，真的合适吗？啊，我就问你，你给人家提醒儿这种事情适合吗？不适合好吗？这个，我去，我们这边的盟友居然还是要造一个中立的一个英雄，不过中立的英雄开局是蛮难开的，是吧？很多同学是不知道的，开错局了以后就会导致这个精灵是去找了，然后是没有一个英雄给你买。哎呀，我跟你说，招不在于那个救，是吧？管用就行了，是吧？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去在意这个招数好用不好用，啊不，新旧不要再去新旧。咱们那么打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就是，你看这种什么。叫啥？哦，国小第一 ADC 这种同学真的是真粉丝、真观众好吗？那不卖我的呀，那消防员同学，你真的是来卖我？哎，这里是，原来是 UD， 然后还是一个常规助理开局，漂亮，还卡我位是吧？跟说，我这个烧火起来烧的还是比较给力的。好，这次是烧的有点过的。好，一家是 UD。这家是干嘛？哦，这家是兽主，估计是。我刚才看到一个英雄在，然后突然英雄不见了，应该就是属于兽主了。我们这个解放被打忘那个同学，他是用的一个 T， 他刚才不是拉扯了的吗？你乱说！我去，同学你是要干嘛？你就说手抓鸡两只，你是要干嘛？你这还造塔？我必须要搞你好吧？造塔的这种同学，第一个就是要抬出去的。哎，干嘛呀，同学？我没得罪你吧？不合适吧？那个蜘蛛来我家有点不合适，没那么大仇恨啊，是吧？咱们要和谐社会，你那么打我，我去嘞，真他妈打我呀！啊，我造塔，我怕你了，真的，这太空虚寂寞冷了呀！不造塔简直对不起自己了，还好。这个铁匠铺卡位的一个实力还是可以的，只要造好了，那是成甲呀，那不是一般的甲，这油吃了48K 帝王纯牛肉力，相当的给力的。我铁匠铺放了，主要是为了一个卡位，好吗？真是的，想太多。这只是单纯的一个卡位，啊，我这个都打怕了，好吗？老早就直接把塔给建好了，你说是不是怕了？真的，哎呦我去，够了。够了，同学。哎呦，天，我这种地图是没办法挖树的呀！不要乱来啊！你们不要误导人家好吗？人家就一孩子，你误导人家真的是有点不科学的。那你们那么误导人家合适吗？不合适。就是要玩了10年了，就不要那个啥了，
不要去误导人家同学。这年头打个直播是吧，看个比赛不容易，且看且珍惜。哎呦喂，好疼啊。我去，这练级还死农民的，有点伤。哎呀，这还被网了，有点伤。别打我的小农民啊，我的农民真的是难打的，难搞得很。哎呦，真的看了泰德 TV 以后，这些人呐，防止开矿的一个能力，我都不说他是第二了，绝对就是第一了，好吗？这个房开矿简直太帅了。好，这一把的我想要怎么打呀，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哎，这个精灵是直接挂彩了。接下来的一个比赛走势，哎呦喂，这个 DK 还在我们脸上练级，不知道我血法师是吧？血法师这个火烧起来是有点跳的哟。这个蜘蛛在什么印度那些国家煮熟了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大天朝那是吃不了的。哎，不过人家的话，为啥人家现在是那家兽族是啥都没造，是直接前期是造两个塔开升级一个基地。按照这种情况，他应该是会走一个二本的一个爆空军的一个路线。按照这样的话，我得去看一下呀，是吧？你还来？别搞我好不好，同学，你这样不合适啊，你这个哎，直接是趴了几个三本，哎，好不合适啊，你这真的是属于太不合适了。哦，造一点侦查的一个单位，这个不侦查有点难玩的。好，去看一下，去看一下，两家我都得去看一下呀。其实那个以前职业选手吧，像用人组的，基本上能造飞机的时候，一个飞机一造，这个地图上基本上看得太宽了，它这也是属于飞机的一个好处啊，就是看得特别特别宽，视野做得特别特别好。哎呦！同学要不要这样啊？一个大天大老嫂，一个天鬼站在那儿，要不要这样啊？我真的啥事都没干啊，至于吗？哎，我就问你，至不至于啊？我觉得太惨了，我这个。真的大清早啥事都没干，这一个天鬼站在那儿，你们也是一群人呐。这是有点过分的呀。好，看着这一把我得爆一点飞机了。没事没事，你不用造对空，我造对空就行了，我造对空就好，这个东西好搬得很。啥伐木机器人了哟，还那么高端啊。然后飞机都站那上面了，哎呦，被网了，这个还好。我的一个任务是已经完成了，现在我开始打一个多线的一个操作。哎呀，这个要不慌不忙的，太慌太忙的话就没了，把该升的一个东西全部升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属于那种
最危险的一个战术，就是最安全的一个战术。哪怕人家说了是吧，做了，我们还是可以那个啥。哎，我那边的一个飞机咋没了？飞机必须停在人家脑袋上的，有的时候需要看一下。哎，蝙蝠是吧？哦，天鬼，它不叫蝙蝠。别打我，别打我这个。哎呦，哦，你们人，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我去，这连脚死英雄了，咱要悠着点。好，我去，我这个连击真的是好伤啊！练的我啥都没了。哎呦，我连头头都做好了，你告诉我你这不天上来的？真的假的？你们头是什么时候拿我头好来了？说好的好好玩呢？哎，完了完了完了！我去，这破口了呀！哎，我这套战术就这么失败啊！而且人家还是有矿的。不好吧？哎呦，我突然觉得好难玩啊，这个游戏。人家这个有点熊的感觉啊。同学，你去打他，你去打他，你去打他。解放碑同学，你去打他，我去把这个给。大家这个剧本不一样啊，剧本不是那么写的。我去，我这矿还没发现呢。哎，完了，玩不了了，玩不了，这个游戏好难玩啊。这个剧本不是这样的。哎呦，一个诺亚砸的我有点爽啊。哎，说好的剧本不应该是这样写的呀。这些人都咋的了？在你们这样真的合适吗？太不合适了，这个。把这里头这些同学开矿的一个意思怎么那么好？真的是看视频看多了，我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啊！这个。平时做的这些，人家都是全部还给我了。哎呦喂，你还打我？好，走了走了走了。别打我的那个小炮了。哎，我小炮这还剩了一个。哦，不慌，咱们要玩那种，我要玩就玩大的是吧？小的那些我们就不玩了。我想想，这把该怎么去打呀？现在这个情况，哎呦，人家还是有飞机的，这是飞机呀！啊，不，这个蝙蝠啊，这个是。到这一把开不了矿啊，开不了矿就特别难打了。好，我给你木头，我给你木头，我给你800的木头，让你爽一下。哎呦，这前后木头值。真的假的？不好吧？同学，你就这么当着我的脸上开个矿？哎呦，这钱好多呀！这有点 happy 的感觉。好，算了，我这一把的话就这么打算了。我造那个飞机吧，我造飞机，不慌不慌不慌。哎呦喂，哥呀，你这个有点凶。好，我先把这家给推平。哎呦，完了，你这个上面老家没了。我去，上面老家就这么没了。你搞我们的山本是吧？你家也有没有？
根本不虚拟。哎，我去，我血法师没了！哎喂，完了完了，真的是久了不玩要被人家推了呀！这剧本人都不是这样的呀。我去，人家投石车来了，兄弟，温柔点儿，温柔点儿好不好？你这么搞我也不合适的呀。我去，还是跑位卷轴，你玩的再狠一点儿。好，还好，擦一下，擦一下。我去，人家这个狼骑都出来了。哎呦，我想现在该怎么打呀？现在的一个剧本吧，先慢一点，慢一点。小炮得走出来，稍微那么打几下。其实我觉得这一把我没有正面部队打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不过还好我的盟友这一家还挺给力的。弄他，先打车子，同学，先打车子，车子最关键，车子打爆了比啥都好打。收王，收王，别死了，收王，收王，走走走走，能走多快走多快。哎，同学，你开个共享给我吧，你让我帮你操作一下。有的时候真的是属于力不从心啊，我也想帮你操作的呀。哦，小炮的东西怎么往他家里再走？好，慢点慢点，我说现在该怎么打？现在咱们把节奏控制慢一点，是吧？不慌，我说不慌不忙，慢慢来。这个时候的话就要看我的了。我去，人家怎么又在里面采矿了？我去，这个守不住啊！同学，你照点那个熊吧，连往前面一顶是吧？我帮你负责对空就行了。我去，回来了些啥？我人家还是暴狼骑的。我想想啊，想想啊，现在是需要想算了，我还是照点正面部队吧。这个不知道正面部队已经打不过了，属于。好，先把这个框盖子给敲了。你把你后面的小雏菊都给拔了，那怎么行啊？哎，再见！要不然跳下打我呀？有本跳下打我呀！我去，你还真跳下打我！我知道，知道，知道，莫慌，莫慌，慢慢来，慢慢来，咱们慢慢来是吧？莫慌。像你那个啥来着的？咱们把部队集合一下呀，集合一下打正面能打。我骗你，打正面，来来来，同学，我们打正面，跟他们直接玩正面了，不玩侧面反面了。来，同学，来呀，来呀，人呢？人去哪儿了？
你给我钱吧，你养我吧，现在你不养我玩不了的这个。啥牛头人的都给我造起来了。同学联盟再飘一点啊，你哎，你在我家有个熊，你在我家有个熊，哎呦，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东西都直接能把我的那个农民那个小炮给杀了。没事，慢一点慢一点，先集合一下，集合一下兵力。咱不急，慢慢来，把兵力集合一下。没事，有的基地有的，你要 hold 住。哎，完了，这个基地还真没了。来，我们集合一下兵力吧。哎，同学有钱没？有钱没？现在需要钱。给点钱花花呗。这个真的是淡淡的忧伤了呀！但是这个玩的好那个呀，猥琐呀！本来一来的时候我想猥琐人家的，结果被人家猥琐了。好，飞机也过来了。我这个要是帕拉丁就好了。我去，你这个好好好，行行，我不开矿了，不开矿了。来找他们打正面，打正面，打正面不虚的。走走走，打正面，打正面。哦，你的熊趴不下去是吧？哎呦，完了，人家还有那么高等级的一个英雄。哦，飞龙。哎呦，犀牛都来了啊！漂亮漂亮漂亮，给力给力给力，万兽奔腾这种东西。这好久没见到这个技能了。哦，我去，兽王，兽王别死了！哎呦喂，哥，大哥呀，你又怎么死了？我去，你这个英雄死了，我怎么玩啊？哎，我去！哎，这个英雄死的太不值了呀！本来好好的能翻盘的呀，这个，完了，这黑了黑了黑了，好挂了呀这把。哎呦，人家这个是有点凶的，只能说有托的一个情况下确实牛逼。好，GG了。